认识公亩，知道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。什么是公亩？一公亩有多大？正方形的面积是10公尺乘以10公尺，等于100平方公尺。我们说一公亩的面积和边长10公尺的正方形面积一样大。在这个投影片里面，教室的边长大约是10公尺，教室的面积大约就是100平方公尺。那这个教室呢，我们可以说它的大小大约就是一公亩。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。想想看，篮球场的面积比一公亩大还是小呢？一公亩等于边长10公尺乘以10公尺，等于100平方公尺。篮球场的面积边长都大于10公尺，所以篮球场的面积大于一公亩。答：篮球场的面积比一公亩还要大。8公亩是多少平方公尺呢？因为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，所以现在有8公亩，我们就把100乘以8等于800，所以8公亩等于800平方公尺。答：800平方公尺。那800平方公尺呢，大约是8间教室的大小。一平方公尺是多少公亩呢？教室的面积大约是10公尺乘以10公尺。那一平方公尺是教室的多少呢？因为100平方公尺等于一公亩，所以一平方公尺等于1/100公亩，也就是0.01公亩。那200平方公尺又是多少公亩呢？因为一平方公尺等于0.01公亩，现在有200平方公尺，所以200乘以0.01等于2，所以200平方公尺等于2公亩。那也可以这样算，因为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，所以200平方公尺除以100等于2，所以呢200平方公尺等于2公亩。6公亩是多少平方公尺呢？因为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，现在有6公亩，所以100乘以6等于600平方公尺。答：600平方公尺。300平方公尺是多少公亩呢？我们说一平方公尺等于0.01公亩，所以300乘以0.01等于3。答：3公亩。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，300除以100等于3公亩。有一间长30公尺、宽20公尺的长方形餐厅，这间餐厅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尺呢？也就是几公亩呢？因为餐厅的面积是30乘以20等于600平方公尺。那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，所以我们把600除以100等于6。答：6公亩。王老板想把一间面积4公亩的正方形礼堂的地板贴上地砖，每一块地砖的面积是1平方公尺，需要多少块瓷砖层贴满呢？因为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，所以4公亩乘以100等于400平方公尺。400除以1等于400，所以答要400块的瓷砖。
重点整理，一公亩是长边长十公尺的正方形大小，约一间大教室的大小。一公亩等于100平方公尺，一平方公尺等于1/100公亩，也就是 0.01 公亩。下课咯。